食人鱼大家一定都有所耳闻，不管是在电视里还是在生活中，食人鱼是一种十分凶猛的鱼类，一般都是集体行动。在电影画面中，我们经常会看到一群食人鱼从一条大鱼旁边过，一会就吃的只剩骨头了。当然这其中是有渲染的成分，但是食人鱼的凶猛程度却不可小觑。美国一个老头在自己的泳池里养了150条凶猛的食人鱼，老头并突发奇想，自己跳进这泳池里会是什么结果呢？老人把这些食人鱼饿了6天，并且在跳进去之前丢进泳池一块新鲜的肉，食人鱼一哄而上，没几分钟就吃的毛都不剩了。